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肺癌的案例啊，肺癌。现在我们这个病人呢，在墨西哥，现在状况都很好。他是今年啊，2007这个200712号接进来找我们。找我们的时候，当时跟我陈述的，他连续咳嗽咳了六个月，啊，一直没有好。结果他就去检查，也咳得很重啊，一查肺癌，啊，西医跟他说第3到第4期，肺癌。那这个人呢，抽烟抽得非常的重，好，一天大概抽2包烟，抽得很凶。那这个。然后呢，一看他抽烟，再得到肺癌，就是你抽烟得到肺癌就讲完了啊。当时呢，他痛在右胸。一个人如果肩膀，就是好胸口高，好痛在右胸口的这个很高的地方，这一块地方痛，好痛嘞，呼吸咳嗽都会痛。当时病人呢，可以平躺着睡。我们在诊断肺的时候，我们很注重平躺。好，如果病人可以平躺的睡，就代表肺里面没有积水。好，没有积水。当不能平躺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水排掉，因为这个水在肺里面如果持续太久，好，就会心脏就会受不了，好，造成心肺衰竭就很危险。好，那。他没有问题，可以平躺。当时他的胃口很好啊，2个小时是温的啊。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睡也睡得很好，睡的时候身体是很热的。之所以他身体还会这样，是因为西医没有碰过他，他坚持不给西医碰，因为西医跟他说我给你做个开刀的话，也来不及啊，太慢。这个美国的西医倒是蛮老实的啊，诚实跟他讲啊，不像台湾的西医很烂，不行的还硬动手，病人就死在西医手上。那他现在他虽然是被判定是肺癌第3期到第4期，可是呢，他症状并不是很坏，就是咳嗽咳哇，到我面前不断的咳嗽，好，那你也不好意思躲来躲去，闪来闪去啊，对吧？这好，那口渴还是很好，并没有说很严重的口渴，或形容喝水喝热热了或者喝冷倒没有关系，那大便都很好，好，这是痰咳出来的主要症状呢，白泡沫的痰，一般来说咳嗽出来都是白泡沫，咳得很严重的，都是白泡沫，这种都是肺癌。照理说，抽烟的人很严重的人哈，抽烟的人呢咳出来痰是焦痰，是黄色的焦痰，好，焦痰。那这个如果是焦痰，抽烟的人黑黄色焦痰那是抽烟的痰，那不是肺癌，肺癌的痰都是白色泡沫的痰，啊，那这个白色泡沫呢？这个白色泡沫的痰啊，会在经方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桔梗肝胆汤啊，咳嗽吐出来就会有这个白色的泡沫啊。那病人呢，当时咳的痰里面有血块，有血在里面，有血在里面呢，这个他自己知道，西医也告诉他，你这个倒不是肺癌，肺癌不会这种咳的哈，劳症的时候可能会咳出痰，咳出血块来，他是因为吃 aspirin， 吃 aspirin 那个血管壁会比较薄，他咳的比较用力，所以一咳就破。那个血管那个破坏，血管壁就破裂就会有痰出来哈、哦。所以初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肺中呢，啊、哦、是寒湿的，啊、哦、寒湿。第一个呢，处方的时候，接着，啊、哦、肝胆汤。当时呢，我们用桔梗肝胆汤哈，桔梗是有力量。炙肝肠呢，从3节开始的时候啊，同时病人没有口渴，我们生半夏，这个生半夏涤痰的效果、清痰的效果比炙半夏来的好很多啊。同时生半夏也可以排水啊，排那个寒水气。干姜，肺里面有寒湿嘛啊，寒湿我们就要去寒啊，所以干姜能够去肺家的寒。那病人本身呢，抽烟抽的很严重。有皂荚啊，皂荚生血，
红枣，就这个红枣呢，是因为我们用的皂荚就得要用红枣啊。还有呢，我用的色干，因为寒痰的咳嗽，一般来说只要是寒湿寒痰的咳嗽，我们都会用到色干啊，色干，色干呢，紫外紫月。还有紫月呢，三钱，好，冬花，就是我们色干方汤里面的处方，好，八方三钱，好，所以色干方汤当初设计这个色干方汤的金匮里面的，啊，色干方汤就是针对寒痰造成的咳嗽设计，好，当时我加了紫根在里面，啊。紫根来说，对乳癌最好用。好，那我用的上焦的癌症，我都会用它，然后紫根。真正最好治疗肺癌的是我们紫参，我们紫参没有，我们紫根。那这几种药配合在一起吃的时候，一方面是祛痰，像麻黄是宣肺的，好，像色干是止逆降逆的，好，这个紫月冬花是止咳化痰的，但是都是寒咳，好，里面有水气的寒的。好，那紫根呢，就是一般我们癌症在用的，好，攻坚用的。那这个病人呢，吃了刚开始我给他治疗五副药，那吃完以后呢，那一个礼拜啊来了，问他咳嗽好很多了，已经好转很多，原来有咳，还有咳出血块了，但是比原来好很多了。这个右边的胸痛，一个礼拜这个腹痛就没有了。那后来痛了回来，我现在到这吃完第一个礼拜，他胸痛就没有了。好，现在感觉到是胸这边是炙热感，就是感觉很烫，阳不入阴嘛，哈，的炙热感，还痛去掉。好，那睡品质比以前好，胃口很好，身热还有好，那这个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这个都不用盖被，因为太热燥热，现在需要盖被子了哈。那痰咳出来都是白痰，一直清出来都白痰啊。这个时候呢，啊，因为咳腔里面胸腔咳嗽的时候，人有带血在里面，所以我就在同的处方里面，好，我们用活血化瘀一个药，好，丹皮桃仁，好，丹皮桃仁，好，冬瓜仁。我们利用千金维金汤，维金汤里面的，好，维金汤是一种咳嗽咳到胸腔里面有血咳出来，那比较湿热的咳，好，利用这个处方，结果呢，换了这个加了三味药进去以后，病人呢还跟我说2月27号来诊，这一次来的时候呢，病人产生特殊的现象。一喝完这个药，他说：“为什么你喝一喝完这个药，我就头就昏了？哦，头昏，晕眩很厉害，明显很厉害。然后呢，咳嗽增加，一直咳，一直痰支出来，但是没有痰出，就是咳嗽增加很多，但是要感觉要痰要咳出来，可是完全没有痰咳出来啊。他一喝完药，每一喝一碗就头昏一次啊。然后病人呢，这个时候，从27号开始，他病人呢，身热都退掉了啊。”那口渴有，但眼睛有的话，小孩子喜欢温饮，那呼吸变得非常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你不是咳嗽咳得很凶吗？啊，那个呼吸啊，他说对啊，我咳嗽咳得很凶，我的呼吸比以前好很多了啊。以前呼吸有阻力，现在没有什么阻力了啊。连右胸的这个炙热感，好，烧灼的感觉、痛感，好，退掉了。那偶尔有一次很刺痛的感觉，好，也就是说，从他2月20号吃处方到2月27号。在15天左右，也就是2个礼拜左右换两次药。那病人呢，血压还是很高啊，还是很高。这个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白痰，我们当成脓疡啊，它肺里面，因为它里面很热，实际上有些部分已经化脓了啊，化脓。炎症到后来局部都会化脓，像我们乳癌的化脓，脓口很臭啊。脓排出来了哈，那脓咳嗽之下已经没有脓了。那这个病人呢，好，我就继续不动，既然吃的很好嘛哈，吃了我们
你要知道他肺癌有没有好，很简单，你连续给他吃他同样的药，吃到咳嗽都没有了，睡觉也睡得很好了，然后人没有低温了，低烧了，对吧？然后这个舌苔也恢复正常，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症状都可以知道肺癌好了没有，胸部的那个痛了，阴实的痛，好，也不会有阳痰逆流造成燥热的现象，这些都可以知道，好，这个肺癌的情形如何。所以我跟他说，那既然那你就吃两个药，吃两个礼拜，好，就给他吃，好。那病人呢，就一直维持这样子，好，吃一段时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3月15号的时候，我看还是很稳定，好，那再吃。然后呢，到了4月份，好，到了4月5号，好，今年是4月5号，头昏呢就很少了，同样的药。头昏很少，咳嗽还是有，但是没有弹出来哈。口渴是很正常的，睡得很多，好，但他呼吸又变得很短。这个时候，原来他的肺癌的时候血压很高，好，160、170，然后低压度好到95、100。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吃到4月5号的时候，血压已经到了120、70，好，当然他血压的恢复，压力都恢复很多哈。这个时候他体温呢，好，就很正常。原来一般来说，癌症的病人呢，都会有低烧，好，低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是97度，好到九左右，好98度，他就是99度，也不会超过100度、101啊，也不会那么高烧，就99度啊，要100度、99度多一点的，好，一直保持低烧。当然，病人呢低烧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中医就是讲这个，好，阴实，好要打开，在那个，好，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一个现象。好，我们在攻他的肺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去动他的肠子。他从4月15号开始下力。那我说你下力多少呢？我问你大力好不好？他说很好。我说怎么个好吧？10次一天。好，我以为他讲错了。我说你确定是大力？啊，对啊，大力。啊，太多了。所以病人肺有问题的时候，肺痛而且下力，好，还是没有完全好。其实他这个下力一出现的时候，还是不能放弃。好。这个好，这个药不能减量，所以我们继续用同样的处方啊，还是一样的处方给他，给他吃。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因为他有干咳嘛，咳嗽没有痰，所以我加了一些啊，清那个补肺的药，像麦门冬啊、党参啊，好，麦冬啊，好，党参，这些药，好，麦冬。党参啊，好，五味子，五味子本身就化痰止咳，有滋补的功能，好，所以我常常会用到五味子。那吃到这个4月5号给他以后，吃到4月24号，病人呢，好，咳嗽开始减少，但是肺痛还有又回来了，好，原来肺痛没有，这时候肺痛又回来了，好，所以病人这种癌症呢，我们可以治疗的中间呢，跟一般治疗。像我们待会会介绍的肺，这个 pneumonia 啊，就是肺炎。你看中药清那个肺炎有多快？但是肺的阴实，啊，阴实对不对？去了以后它又回来，去了以后又回来，就好像帮这个癌症脱层皮，脱层皮以后还有一点在里面，再脱一层，再脱一层，啊，到现在就完全正常。所以它肺痛又跑回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咳那个，但是它呼吸睡觉比以前好很多。他说虽然肺痛回来，但是我呼吸睡得好很多，好，血压是停在124/65那个状态，啊，原来在发肺癌的时候，发病的时候血压很高，好，现在血压就降回来了。那大便呢改变了，啊，一天大概好两次，啊，那头昏的现象完全没有了，啊，这个是他那一次，他刚好那一天呢要离开，4月24号以后，那离开一个月。我们就当着不变，啊，就再给他吃，好，所以从头到尾的主方没有变，我只是在后面增加一些处方哈。他一个月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是6月12号，哦，6月12号呢，他又来我们诊所再来看诊，好，我就问他吃了那么久，你感觉睡好不好？那睡得很好，但是呢，3点一定必醒，啊，一定醒过来，好。然后咳嗽呢，
这个吃了我们前方以后哈，这个咳嗽减少，但是还会有咳血出来，大便很好，好大便很好，那胃口也很好。病人在吃我们药的中间，没有西医的介入，没有开刀，没有做化疗，这种肺癌的病人，从头到尾他胃口都很好。什么叫胃口好？就阳气在那个地方，胃气在那边。也就是说，就算是肺癌，就算恶化好了，恶化半天，他不会总是不会饿死嘛？好，我们人都会死，但是做为什么要饿死？那你如果做化疗、做放射线治疗或者是开刀，到后来很多人都饿死，根本没办法吃东西。他没有动，没有任何西医碰他，他的脑筋很清楚。他说我临死，我死了没关系，我不要有西医碰。啊，我他看过很多死的时候，他说我可以肯定我的亲人绝对不是死在癌症，根本就死在治疗上面。啊，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啊，因为病人在治疗之前活蹦乱跳，开始治疗人就开始，好，他用这个花枯萎一下就很快。啊，那他就坚持不了。那这个时候来呢，好，他因为他还有一点这个咳嗽啊，咳嗽还有点咳血，所以我这个单皮桃仁啊，这个还是留在这边。那我再加上尾茎，好，就是变成尾茎汤，好，以前，好，还有一个叫蓝心来祛痰，好，这个时候感觉上呢，就是说它这个因食去掉一大半，它只是一个肺加的咳嗽，好，那这种咳嗽呢是寒热并结的咳嗽，所以我们去寒痰的药也在里面，去热痰的药在里面，它叫抽烟，这个抽烟哈还是很凶，那他也问我。他太太是护士哈，他也问我说，他太太当时也不敢讲，也没讲什么话，对不对？他不要告诉你一辈子，不要说会得肺癌，他也抽一辈子，然后得到肺癌，对吧？他太太讲了一辈子也懒得讲了，好，那本来想说，我跟他讲说把烟戒掉，哪想到我说你继续抽，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病人已经习惯这样子。我们人没有健康的标准，我看过100多岁的太太每天抽烟，你还抽一天抽2包，还抽新乐园呢。啊，还不能有绿嘴的哈，他才过瘾，那活得很好啊，对不对？那叫他这样抽烟的都死掉了，对不对？好，那所以他身体习惯了，一辈子习惯了，我瞬间叫他停掉，就算他没有肺癌，可能都会生出其他的病来，好，而且他依赖他，也自己知道有肺癌，压力又很大，对不对？那何苦呢？好，那就请继续抽，好，来，这个到了我回台湾之前呢。我们要收尾了，哦，中间我们先得出去点什么好，好，6月25号，好，对，去这个那一天，这一天来呢，6月26号，好，6月26号，这是我回台湾讲军贵的之前，他跟我讲，过去一年呢，他少了，通通加起来少了10磅，胸痛还有很多，下痢还是有。咳嗽呢，还会有咳嗽，好，哎，那个好，这个血压呢就很好，一直在120，好，120，到61，好，中间这边低压比较低，好，那当时呢睡得很好，胃口很好，好，那都可以平躺，好，肺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他有胸痛，但是跟胸痛跟以前比不一样，以前那个是刺痛，同时呢，好像有个东西堵在里面，现在胸还是痛，但是没有像那么强烈的痛。那我说那大便好不好？他说20次一天，又下痢，所以反反复复，病情会反反复复。大家不要气馁，你并没有错，因为你在 heal 他，你在治疗他。好，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他现在在这里，他原来呢是从很好的掉在这里，掉在那边去。中间的过程并不是急转直下，而是一步一步的下降。所以他回来是一步一步的回来，好，一步回来。好，那我就在叫他那里。那个同样的药，就是2月12号最初的方子，好，我又回到最初的，这个什么丹皮桃都不加了，又回到最初的2月12号的方子，就刚好刚开的第一方，就加了麦门冬跟5味子，好，润他的肺而已。好，吃吧。那我说我就要回台湾了，好，那他来了，7月12号。7月12号，2007年，他来复诊，干咳还是有，胸痛还是有，好，他这个咳血仍然有，好，小便很好，胃口都很好，好，那晕眩有一点点，好，那血压都是105到61，好，并没有手脚是温热的，好，
他喜欢喝冷冰的啊。我们一般来喝冷冰的，代表胃气比较热、比较强的，就会喝冷冰的。一般来说，癌症的病人，尤其到后来里寒很盛的时候，癌症越来越坏的时候，就是里寒越来越盛，阴寒越来越盛。那阴寒越来越盛的话，你绝对不会选喝冰水，你要选喝热水啊。那他呢，就开始选喝热水，代表阳气度被养回来了。好，好，那他的血压太低了，好，他才讲一定是降血压药。好，就像你不要吃降血压药，因为中药把你控制得很好，那好循环恢复很多，把西药停掉。他太太是护士，哎，他太太就他就听他的话，把他说血压为什么降到当时降到105/61，好，105，对，好，就他自己把降血压药停掉。那当时呢，我们薛宇在这边，好，薛宇看咳嗽，好，干咳啊，好，他用了脉动。那因为有吐血，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顾虑到病人的血虚他的血虚阿胶来止他的血来阿胶来止他的血半夏，所以小田这个方子开得很好，半夏生地也是这个是补血川穹。病人只要久病或者是有吐血，我们要把血要补一些血回去啊，这个是基本动作，非常对啊。这个放了炙甘草、艾叶白芍，白芍。那金铃子呢？我们在金铃子还有盐胡索，这两个盐胡索呢，这两个药，我们最常使用在癌症的止癌症的痛常用的，柴胡。那癌症的痛，那不管它是肺痛啊、肝痛啊，都一样啊，柴胡。那接着还是有就是有些那病人的抽烟，就给他照脚，照脚。照脚红枣，这个照脚完呢，就是它。去它的交团的也有再补一些像党参像我知道它开始从它的地像等你啦，就是希望它再保持它的元气一直也强土肝带肾的药，能够强土药，同时疏肝同时止它的痛，同时止它的肝痛，就是一症一个症状一对处方或者一个能够在补血在攻的同时呢补它的元气不能让它元气丧失掉。就他是7月12号吃的处方，到吃的食谱到7月21号好来，肝可能还是有痰出很多那个还是有血，那胸血没有痛大便每天大号很正常，那血压呢就回到149/115，血压就上升了，没有晕眩，手脚的温热这个时候呢精神还是比较差。那舌头呢？它是刚吃舌苔比较黄、比较干、比较烈。原来我们在第一诊来看他的时候，他抽烟，照理说我们抽烟抽得很重的，舌苔都是黄的、黄的、湿的。他舌苔不但没有黄，是整个是白，厚厚一层白的，从心里都凉的是肺癌。你抽烟一定是寒热，结果他抽了半天，那么热的烟下去，出来是白色的，那个舌苔，肺癌的舌苔都是很湿的舌苔，又白又厚。这时候舌苔就回到比较黄、比较干。我们这边处方呢，一看它出现这种情形，肝肺还是有。这个时候我们治肺，我们是不是要治肝脏？这个时候就加进去郁金，就回到我们前面的郁金，柴胡，抱歉，就这样。郁金呢，茯苓，去水，还有白术，泽泻，他加了一些车前子、黄柏，我想当时呢，可能他这个小便还是比较这个
我们一般来说，如果大号太多，我们会加一些利尿滴进去，啊，把那个好像折线啊、车前子，我们加一些利尿的药物在里面的时候，大便的好就会缓下来，就不会说次数好那么多啊。来，这个病人呢，吃这个药一直到了8月16号，还会有黑痰出来、焦痰出来哈，以前那个白痰都没有了，就里面变成抽烟的焦痰排出来了，所以一层一层出来，最底下就是肺痰、抽烟的焦痰啊，焦痰，然后还是有点血出来，啊，这个大便已经降到1天2次了，啊，小便中黄啊，那个时候精神很好，他睡不好，因为还是有点咳嗽啊。这个我们还是用同样的处方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啊。到我8月30号我回来了，吃这个处方以后，一直加上前面的处方，他后面接的是清热嘛，好，我们的那个健肝汤好像用的比较少，寒痰咳已经去掉了。到8月30号我回来的时候，第一诊看的时候，他肺痰完全没有了，好，然后他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吃一点 Advil 一些，或者说接下来就痛一下了，好，这个 Advil 不是为了肺痛，而是他有关节痛啊什么，每个人习惯嘛，好，有点什么痛就吃点这个药。然后大便的2次一天，好，这个时候睡觉睡得非常好，口渴很好，口渴冷饮啊，口渴也不会说很严重，好，就要喝冷冰的，呼吸非常的好，好，那还是在抽烟，好，还是在抽烟，好，那这个那好吧，你就继续抽，好，他说我要离开一个月，因为他房子卖掉，啊，他快回来买张船在海上渡他一生，好，这是他现在就来不及的啊，一个月以后他会回来。哎，这个病人呢，从头到尾，好，这个肺癌呢，有他的这个所有的 scan， 好，这个断层扫描，好，确诊是肺癌第3期到第4期中间，好，他就把资料通通给我，好，现在病人恢复的状况非常好，好，在所以说诸位呢，如果在治疗肺癌的症状，肺家的因此啊，可不可以治疗呢？可以治疗。当我们把去掉阴去掉石的时候，病人就会好。那如果这是没有在西医没有完全没有碰过他的状态之下，我们中医第一诊就是我们中医开始做手术，那没有开刀没有化疗，它的效果就会很好。所以说，你如果说做了开刀做了化疗，等我们再开始动手术，病人就变了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追踪它到底怎么回事。那肺气如果不能固守的时候，肺气不足的时候，不能固守的时候，病人就会下力，那肛门口就收不起来。好，所以你能够收到肛门口，那是因为你的肺气很有力。好，所以肺跟大肠是表里，所以它肺气里面有因实在的时候，肺气没有办法去固守它的肛门的时候，一天20-30次，所以下力会很严重，同时肺痛。那金匮里面只有一方叫紫参汤，啊，紫参跟甘草，人家紫参没有，好，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取代紫参，我们刚加一些，啊，像那个丹皮啊、桃仁啊，好，还有一些这冬瓜仁，好，像紫月冬花，好，就色甘，好，还有一些千梗甘草，我们这样配合再用，希望能够取代紫参的功能。如果紫参在的话，一剂一味药配合甘草就可以了，哎。在临床上看这种案例的话，从2月份住到我们现在8月，足半年。那病人时好时坏，一直在改变，在改变。可是他，我们看起来好像时好时坏，实际上他的症状是好的时候就是寒去掉了，寒去掉以后再变坏的话，变成热多一点，寒比较少一点。然后我们再去把寒热再去的时候，就热就更多，到后来完全是热症，寒症完全没有了，啊，因此的症状就去掉了，啊，临床现象就。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完全没有给西医碰过，我们治疗不是没有希望啊，希望很大，好，是一定可以治好。好，那这个案例呢，讲完的同时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 pneumonia 肺炎。好，这个病人呢，同样是肺，这个肺呢，它只是肺热湿热，这个是肺阴实。你看恢复速度有多快啊，恢复速度最快。
肺炎。好，这个人呢是12月9号，19